艺术协会，我带了一个叫黑法苏哈花树下，每位提醒115号、115号现银文化艺术团，请到准备区做准备。115号、110号桃园市表演艺术协会带来的法苏哈，接下来来到舞台的是112号、112号桃园市爱家陪基督教关怀会展协会，桃园市爱家陪基督教关怀外展协会，我带来的歌曲是幸福的秘诗，带来的歌曲呢是幸福的味道。下一组113号桃园市永美太平友善造福协会抢准批。